哦，你说的新卡就是这次这个，给我看一下几率，几率是没多少啦，你直接告诉我你想要谁就好了啦。这个最低的几率也有0.7，基本上跟送你没什么两样啊。你今天给我几抽啊？200抽，不用200啦，0.7我自己预估是60抽搞定了。不对，他的这个趴数为什么多了一个零？好像怪怪的。别害怕了，不是60抽搞定，那是有点困难啊。你这个200抽，我看是60抽就会给一张小妙丽了。为什么？哦，这个啊，我看懂了。然后120抽还会再给一张啦。但是这个游戏是一张不够的，卡片还要升，是不是？叠卡升等级？那我不应该问他想要谁，我是要问他想要几张才对。不会零，但是二以下就没你的功劳。先给他舒服一下。拿去，先看一下他的抽卡动画。怎么有一张黑色的？哦，这个已经是光辉了。可是我第一个10抽就抽到光辉，是不是已经很过分了？丢券给柜台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。那我先丢给他5张，让我看一下是什么颜色。哦，这样就是只有金是不是？哦，先拿一张保底，让我看一下它是什么卡。好，我看过了，知道了。紫光更没料。哎，完了，我觉得被干干制约了。他自从跟我讲说要看书的颜色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过好东西了。这个锅应该不是我要背吧？哎、欸，好像有嘞、欸，是我需要的东西吗？绿光，但不是小妙丽哦，他要的是光辉的。这个又想干嘛？又想要夜袭人家？哦，原来是那个、哦，阿巴桑拉顿的那一个哦，原来是乱念咒，懂了。啊，那也是白光啦，白光是我要的吗？来了吗？就是这个了，我们可以请零的人出去了吗？干林德，啊，怎么是禁忌？所以我是禁忌一个，然后光辉在一个，在同一包里面，是吧？这个也是好的吧？哦，真的哎，一光辉一禁忌哎，所以林德可以出去了，谢谢林德可以先去天台了，嘿，一包里面直接2张，舒服了。最后一抽啊，没了，紫色的，好了，可以请他下课了。这个是保证给你一张光辉，要再100张，看你啊，3张如果已经够用了，就存存啊，等他出新的再说啊。你点下去还要再补100张啊？他这光辉里面有小妙丽吗？有的话我们赌赌看啊，1/4哦，25%的机会是，其实没有很高哎，应该开了就直接出来了吧？是哎，我是鬼吧？我的招牌应该已经都钉了一排钉子上去了，应该是不太会掉下来了啦，好鬼啊！再凹的话，最多就是再凹，把这个保底凹出来，看能不能再凹一张就算了。抽到小妙丽，你说这个还凹到的话，没有，这一个还凹到的话，就真的不能再抽了。你这账号要让他休息一下。第40发出的话，那就是6，然后等下一。好，单拉一张，收了啊，老师，干你娘，凹到另外一边啦，又是这张。啊，老师，老师，可以了，老板，今天还不错了。哎，这一款我莫名其妙挖到差一点点哦，2790，再挖210，我就可以10连抽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给个，哦，舒服了，我终于捞到了一跟二以上，然后零跟 up 角4个选项就好了。为什么下零的这么多啊？你不知道这游戏多过分？我知道啊，但我觉得还好啊，因为其实我抽的还不错啊。没有，是你不知道主播多过分，会怕哦，有一点点会怕，没有变成金的怎么办？会转吗？转一下，哎。转了、欸，一只，那起码那个58%的先下去了哈，然后看一下是不是 up 角，是吗？是你吗？还是 YY 人？
是歪歪人。但是这个八毛应该喜欢这个部分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光是这个部分八毛应该愿意花30000抽这一只。还是这边我们账号卖8毛30000，然后我们再开一只新的来抽。主播，我撕你一张图，希望等等我不要按左上角。先不要，先住手，怎么样？你们要看吗？对，他8号文章已经准备好要发出去了。看一下老板需求，三个洞，二金一指，出第一盘金的时候补几洞？哦，跳一个金出来，跳一个金出来，碎啦！来了，这样子补两个洞啦。啊，不是，最多一个了。这一抽结束，我们盘就要开出来了呢。如果没有补到的话，就是零哦。不是，也不是 up 脚，可以跳了，谢谢。没补到，不是这个 LED 也不能拆吧？20抽出金已经很扯了。接下来哦，你要赌50张券抽完几金，这样发家致富就看这一把，还敢下3以上，一群疯子，三个，跳一个金出来，跳一个，碎啦，有了，一了，零的26%可以先跳了哈。哦，补到洞了，这个老板最想要的，补到了，补到洞了，而且还有40抽，来一个，甘宁德怎么只有一个子？那你就喊一个啊，我喊一个是金啊，多来几个，拜托，拜托，三个，挑一个金，挑一个金，一个金就好了，一个，一个，一个，碎碎碎碎碎碎碎，两金了，两金。哇，直接开出来，没补到洞。这样我抽了70抽，抽3金啦、啊、然后补到一只。好了，干，我有看错吗？上面那个10万是什么？全部都是免费的哦。哦，你就是一直存，一直存，这样一直存还可以抽这么多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很长时抽收工，所以囤很多。哇，这个发言没关系，今天就让他弄个保底出来。哎、欸，你还有票券呢、欸！干，你不只有10万赚，你他妈还有票券呢、欸，好狠呢、欸！嗯，来了，搞定，来了，中了吧？你是谁？这一抽按下去没有的话，一的可以先上天台了哈，我们天台可以先上去排队了。哎、欸。居然转了，拒绝上天台，一号帮最后的挣扎，到底是不是啊？好紧张哦！干来了，中了吧，中了吧，是谁？哦，好像是中了，收工了，连钻石都没花到，票券花完就中了，而且还补一个洞，居然是转彩中的，舒服了。哇，清一色小朋友啊！这个老板好像跟我的相性不太合啊！先开一张彩给老板看看，让他们看一下我们的招牌。彩了，搞定，10抽收工。怎么是你？这个他没有啦，划算，一模一样的事情再现一次。刚刚的老板也是补一张，然后就抽到了。这个应该是完全复刻上一位老板的啦，很像很像。完蛋了欸，真的找不到地方补充能量欸。下一抽抽下去没有的话又要跳了，不然看一下泳装啦。气势回来了，来第50抽。搞定。168中了吧？你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好大！完了，我在帮他补他不喜欢的系列。这个抽卡一直在往我的那个往我的性向走。没事，我们现在拥有了补充能量的手段了。OK， 有了，帮老板搞定这一个，这个是一定搞来了。168，谢谢。是吗？是了，中了，搞定！今天三位老板招牌都没丢吧？应该可以帮我烫成金字招牌了吧？这一支花了80抽，还算 OK 啦。我觉得这款这么容易歪的情况下，80抽拿、啊、算不错了。